我母亲让那个开水把这个酒玉米面酒汁面狗粮面，我们这里叫酒汁面，烫一下，往下把面把它一拨，吃点豆腐，我们吃水菜。大家吃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饭？分手的话你说的委婉，见与不见都一样，对，你我他变换是千山，甩腿，我们这里就喜欢甩，所以说还甩腿。遥望未知的长路漫漫，等我到点儿倒数，不是那云肉，云肉白云肉，那切成片儿，非常是八百一。吃这个饭装点芝麻糖，最好吃。这吃鸡腿装的芝麻盐，要让人那吃帅了，鼻子是往是不让吃帅，装下帅，最后吃。辣椒装下，就吃点。吃不停的点，里头白，里头红，这点外边那个，底下面都吃的不一样。我用尽全力打碎孟婆的碗，只想今生能与你再见一面。今天要穿西海带是吗？嗯。我马上就是。好不好吃吧？好吃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笑。今天我母亲做的这个山西美食煮个球，想吃的话，大家都过来，由我母亲给大家做。谢谢。今天咱们把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再见，再见。